当然不是只有缺，那当然不是只有缺点啦。当然不是，那当然不是只有缺点啦，那当然不是只有缺点啦，当然也有一些，就是我因为执行这个神奇的免费拍摄计划，然后才，那当然不是只有缺点啦，当然，那当然还有遇到，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些缺点啦，当然也有优点的部分，就是我执行这个免费拍摄计划，才有办法拿到了意想不到的一些优点。像是遇到了很棒的朋友，很棒的人呐、那当然，这个免费拍摄计划，那当然，这个免费拍摄计划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优点，就是像是，那当然，这个免费拍摄计划呢，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优点。那当然，这个免费拍摄计划呢，我也遇到，那当然，这个免费拍摄计划呢，我也拿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优点，像是认识很多，真的是没有到很多啦，但是认识几个。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超棒的人，人很好，然后个性也很好，就是我们很合的人啊，就个性很合啊，然后谈，然后又可以聊天这样子，很合的人，开心的拍摄。那我也拍摄到一些比较酷炫，就是平常可能没有办法拍摄到的一些专案，就比较特别的活动跟比较特别的专案，就是。因为有这次的免费拍摄，所以才有办法接触到了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有点像是更多的，就是变成也有人，就是找我拍摄未来的一些专案，就是不是只停在免费拍摄，还有继续的延伸下去，让我拍摄更多未来的专案，让我拍摄更多，就是让我有更多机会可以拍摄啦，就是有更多专案可以执行。不是单纯停在免费这个部分，就是已经开始，哎，你就是互相推荐，然后变成我有办法，哎，走出去的感觉啦。这就是一些意想不到，就是我的妈，这咳嗽。What the fuck？一直咳嗽。那也有一些，就是因为免费拍摄这一个专案，那也有一些事情，那也有一些是因为免费拍摄这个专案才有办法拿到的意向。那也有很多意向，那当然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，那当然也有。那当然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，因为那也有很多，因为那也有很多，